来，上次萧兄来的比较仓促，也没有带你好好看看。啊，确实有点仓促。等这次爹与萧兄聊完，我带你好好转转。好，萧公子，请坐，我先去喊爹。好。 要不先去跟爹认个错？可是万一爹未知全貌，以爹的性子，要是知道的话……晚生萧雨，见过宋伯父。贤侄不必客气，坐。 令尊与令堂近日可好？哦，好着呢。近些日子委屈贤侄了，是老夫照顾不周。宋伯父言重了，伯父前几日闭关，晚生也不好打扰。贤侄的考卷，老夫已经阅过，有些问题想问问你。 爹，晚生知道的便是如此。晚生觉得宋伯父是一个明晓事理的人。这声音怎么耳熟啊？大哥也是这样想吗？